没有，这里面很，就这里有一点指甲，别的地方都很干，没什么修的指甲。烫啊！这样应该可以啊，应该还可以的，手的，我手都能按烫一下。可能是因为这脚凉，是不是？对，脚凉。哦。嗯，就这个地方，这里就有一点指甲，看到吗？嗯。出来了，看，就这里，它时间长了会疼。看，你看到没有？你坐好呗，看到没有？嗯、刚才弄的就是这个地方。你只要定期修修就可以了，你感觉厚了就过来修修，别的不用弄。这里。看顶糊了这个地，你两个脚都这样啊？这这个是加过，就这一个。这个地方的顶糊。你幸好修了，你今天你不修，最多一个星期，肯定会疼的这个地方。对，你坐好，坐好，对。嗯。你这个后了修修就行，没有事。因为这个地方都红了，就这里修过就没事了，修过好几次了。嗯，这边也有一点碎。厚怎么样？嗯，拿去包的牛也不打钱，让他包给他，包包的到家里了，不这事就那事，尽他妈出去，站在比以前不够的厚的。这个准绳子涂，行，行，可以，你等一会儿呗，等一会儿啊，就一个，那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一会儿给你泡泡一下行。那大概给我泡就一点。人一秒那个口，我这人上次那个口压的会抠抠了。他那个他一会儿就一会儿就来了，出去拿东西就来了。嗯，一刀就喝。